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我们在森林湖的 Fernhill Ranch 来参观一栋非常漂亮的二手房哈。那这栋房子它的卖点呢是它的后院，它的后院呢有泳池、桑拿，并且有非常非常漂亮的山景。那请随我一起参观一下。那我们现在位于这栋房屋的后院，那这个后院呢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漂亮，碧绿的泳池，还有上面的桑拿，那有山有水，后面的山呢是四季常青的，在这边占地呢是非常的大，林里的眼界也非常不错，因为它的地势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整个后院的经济性非常的好。那这个大门一进门呢，就看见这个餐厅是全景窗户，可以直接看见后院的山和水。那一楼这边呢还有办公室，那办公室的空间呢其实是可以作为一楼的房间的。那这个房子的整体格局啊是非常的实用的，继续参观呢。
下呢就是今天的视频。今天参观的这栋房子呢，位于森林湖的 Fuji Ranch， 在山顶。那身后这种漂亮的景观不用我说，大家也可以看见了。并且这个房子呢是重新装修过的，是高顶，而且整个的房子的屋况非常非常好。楼下有办公室，楼上有 loft， 加另外四个房间，主卧次卧分开在两个方向。主卧呢也有漂亮的山景，一年四季常青的绿色啊，让人心旷神怡。那这栋房子呢，我前两天发过朋友圈和微博，发完之后很多很多小伙伴来咨询我，所以呢我才为这些小伙伴来拍一下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一定要趁早联系我哦，因为预计这栋房子会很快的卖掉。好了，我是 Mina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